你放那里嘛，放那里，它光就可以打到你。等一下，哇，你就直接喊我名字的吗？什么金了？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看你们都是谁？是吗？因为我刚公演，我回来。Hello， 叔，小饼干，小柴柴，阿丽，小木鱼，哇，你们太快了！哦，好好。啊，他的路在小米美，谢谢。对对对，是这首歌，哇，这你都听得出来吼。嗯，你们今天那个call说我不直播，我看到了，超可爱的，我有发超话，没有关系，那你周日来吗？薄荷糖，你又是谁的糖了？口罩狼。哇，那你周日，那你周日再来。哎，我刚过年回来，还没吃东西，我吃了个面包。哇，你们听得出来哦。好像不错呢。嗯，我的糖吗？啊，嗯，我看看。打上啊。是什么歌啊？打上打上花火啊 ，Hello 七，这是这个杯子很可爱的。嗯，我刚回来，我现在还比较亢奋。哇，树，15岁，再加多少年呢？因为我不想浪费我这个妆。啊。我不一会儿我就关了，你们不想看我直播吗？新电影哦，看了，很甜。那你先溜吧。那个日本电影都很甜。你都累死了，你怎么累了？超可爱的，晚安，健康。哎呦，你们看我的头发，哎，不要截图，就是，谢谢，就是它有点秃。训练足球。我今天真的好乖哦，我今天乖吗？满足球场的跑肯定。今天乖吗？很累。乖乖乖。舅舅他在我边上，很秃吗？吃个煎饼，我就吃个面包。就，哎呦，没有关系，秃你们就。去超市买了甜奶。是这首歌，我的猪来了。我换首。嗯，我快秃了，我就是要。嗯，我好心疼哎！我把我从老家买，那你就叫树啊！上次回老家买了一个杯子，我那你们都不睡，你们还说我哈？我去当尼姑了，树秃了就剩树干了。我怎么少了？哎，你们听得到歌声吗？什么？12点了，哦哦，还有25分钟，我手机现在还有23%的电。我和舅舅吗？对。我怎么？你去看电影了，姐。啊！你们说我秃。不，这个我是不想染的头。啊，好的，秃，我是秃，我就要变光头了。我下次公演我就光头了，我就光头见你们了。可以用长城电影院吗？看得到你啊。Hello。哎呀，不要送礼物了。二维码刘海。
小文文，小文文，晚上好。好吧，我他们说，你们过分了，这么想看我光头的吗？我修仙哪有你们厉害？你好啊，说话不算数，不算数，不算数，不算数。小矮儿，其实也不是很粗。那我看过第一部，很惨那样。还有，我很快，我播一会儿我就关了。谢谢你们，我高，我发际线很高，你看。我的发际线在这儿，所以我必须得留刘海。现在本来就没有事情，他家还没有进的，他家还不在床上。我这么佛的一个人，我就当你光，看我的发际线。干嘛大晚上？晚上好，小天使。发际线呢？在床上等着我们哦。这就他就在我边上。晚上好，感叹号。周家卤蛋，周家卤蛋是什么？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小春香。太晚了，还好啊，平时不也就是这样吗？谢谢。早上好，阿雷。你就想去通宵而已。为什么？我看到你了，小二。你们不是？那我习惯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我都习惯了，怎么办？等着啥？去玩游戏。嗯，晚上好。乌流，看到你了，我的猪。我吃了半个苹果。啾啾，他就是公演上比较害羞，他其实现实里他就我是皮卡丘、啊。哇，这么贴心的吗？对，我跟啾啾，我最近吃，我想到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了。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我最近很少吃泡面了，我最近很少吃泡面了。晚安，晚安，好梦。我看到你了，小艾尔。周周舅舅秃秃，舅舅他不秃。谁说我秃的？舔一会儿，你有舔我吗？汤大人，不不不，他还是很好吃的。少吃泡面啊，晚安晚安，辛苦了。抛什么球？不，他那是冰淇淋，就是他在地上，然后我怕那个我们跳的时候会踩到，然后我就想把那个球往后面扔，结果扔到舞台中间去了。我只是发量小点。我现在看不了，我现在在直播。你甜，你最甜。加油，肯定能过的。那你们就甜呐、啊。不，我真的，我就是只是想把它踢进去，踢到那个后台去，结果踢错位置了。我知道你很甜。
天，对啊，是谁想的？什么动作？周二号，那你之后要来看我公演哦。他，播一会儿，我就播一会儿，我就关了。啊，是那个什么生气啦？喝着，那你是喝的酸辣不酸辣汤达人吗？酸好喝啊，我每次喝都会放很多醋。想你们，我到，哼，那我今天就早睡。小野看到了，还没有点。可是我今天没有看到你啊。炸毛了，炸毛了，谢谢。看不到什么人啊，所以是小妹妹。那你们嘞？谢谢你们，我睡你们也是熬夜。你下午来在吗？我新公司照，我 P 过以后还可以看。你当然不会那么早，熬夜选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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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钩。周百万，为什么是周百万？眼睛不大，他那谁，不是说我笑起来眼，你刚刚一笑眼睛都没有了。哇，四周人，好巧。是小文问你想的吗？其实还，亲，你睡得太晚了。但是你得让我笑你，你们是哪个呀？所以你们就看屁以后了，就不，一条缝。那我就睁大，我又不笑了，你们就。学会了很多，啊，可是，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你们谁是谁，你们就看屁过以后的就可以了。在我后面看周周，那我就睁大眼睛，睁不大了。啊，我不知道，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都，我现在就固定坐哪里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小哥哥。是你自己忘记了？我没有，其实我。现在我。我觉得我睡觉都比你们早，感觉你们都经常熬夜。我 P 的好。说到这里了，不笑起来眼睛就没有了。是小丹看到你了。我说的是我们，我说的是我在那个店员的时候没有看到你，我以为你说的是你店员的时候看到我了。哎，所以你们今天要几点睡觉呢？没错，没有好吗？是我坐在我旁边都没有人，好不好？刚才是。希望周日穿上那个头上蝴蝶结，那是什么衣服啊？我哦，好，暑假等你来。给我一个特别的，然后回头再告诉我是谁就好啊。对你，对哦，你那有一个小时的时差。你们都辛苦了，上学的上学，工作的工作。Hello， 小 QQ， 蛋糕哦，我知道那是 Unit， 那个 Unit 呢是，我跟啾啾是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会换着跳。最闲，因为今天啾啾跳，所以我没有跳。嘿、hey, ，你怎么闲了？你每天都要画画、啊。Hello， 没有公演。Hello， 公演其实公演不辛苦，我觉得公演，我觉得公演很享受，就是跳起来比挺那感觉，就是挺开心的。这是我的 MC 讲的不好，还得再练。今天大家我也想你。MC 是在讲一个冷笑。对。很健身，每次那个跳完都是一身汗。我是
为什么羡慕？我的生日，生日，生日，你要来 MC 祝黑白配，然后出成了剪刀。谢谢姐姐。晚上好啊。周日你们都有谁要来哦？三小伙，游过去。你们都比我们要忙。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眼睛太小了。可是公演前都不敢吃。好，要来击掌吗？很大。晚上好。想吃肉肉。嗯，我现在好亢奋，可能是刚公演完。没事，刚才我的镜子摔了，没有，就是夹到了一下，但是不痛。没关系，阿姨，你们不要太脏。我是这种看到的人吗？我不是。嗯，我不痛，我还是不要折。哎，一说到马路口，那我肯定就笑了。我是马路口的粉丝。反正我直播才，一周才一次。什么眼睛？这是眼型，这是小，这是眯眯眼。欢迎阿大哥，你的舅舅，我的新电脑。哎呦，其实我对马路口的那种感情呢，就是，就是我不要他怎么样，就是他开心我就开心了嘛，就是。哦，什么？嗯，就是，不，就是他无论甜不甜我，严不严我，我都会喜欢他，就算他讨厌我，我也喜欢他，就，哎。就无论他怎么样对我，我都喜欢他，就是他开心就可以了。晚安，你要睡觉了吗？没有感冒。不，我对他就是，哎呦，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不讨厌你。就是我就想保护他，我就觉得这算什么饭呢？也不是想做朋友什么，就是我就是一个粉丝，我就是。
我是，就是你们。我怎么了？哦，是你哦，你超级好看的。我今天我听到你喊我，你长得超好看，超好看。哎呀，我脸红。就是，哇，你是糖豆的小弟。不，其实我。我对你们，我就是，我感觉我不是一个，就是我不是想享受，我就是，我是属于那种付出型的，就是我想，想对你们好，为你们做事情，就是你们可以不用为我做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就是想为你们做点事情，就是。就是你们只要在我身边就已经很好了。狗狗姐姐你超可爱的，好看是好看，很可爱。啊，我怎么递你云递给你吗？云递给你吗？所以你跟男的要不，那我好啊，我夸你好看。我最好看，就是我刚才来了一句，他最好看，是的，我最好看，哇，因为我是皮卡丘，你们好看，你们最好看，我最好看，你们都好看。轻轻甩，嗯，对，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就很开心。我今天出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一个粉丝弟，就是我跟小燕前面走在一起，因为小燕跳舞的时候就很开心，就是 MC 不太会说，但是会多练的。然后我说帮他递一下，这么巧的吗？你们可爱，我其实我喜欢。夸人家可爱，我觉得夸人家可爱是在我这里夸人的最高的那个。我都已经有套两条了。就马路口就很可爱啊，嗯。哇，你要睡了吗？很不懂。我就乱讲的，你们都可爱。是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粉丝跑过来，直接给我的一个毛巾。我说就是我的猪也可爱，就是给小爱准备的嘛。好，你们都可爱，你们谁最可爱呢？两条了，一个是新，就是最新的，好像是。你们也无敌可爱。那你先溜吧。晚上好啊。我不修仙，不是紫色的，就是大地色。然后我就拿了。为什么叫你青石男？可爱如小鸟，我以为你要说男小鸟。它的第一条是黄色的，为什么颜色？啊，谢谢。不，但是还是犬吠比较好。就是今天没有跳 unit。最可爱。我有话题问什么呢？还有三分钟哦，对对对，就要那个十二点了。我现在手机还有11%的电。那时候我想到，我刚去商店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商店没有数据。啊，你们好甜！他是说还有三分钟就到十二点了。我先，我要换。
哦，那你明天加油玩，我不累，我不累。晚上好啊，爸爸问答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开启。小文真甜。好啊，穿熊猫很可爱，一下子就会里很漂亮。答完题那是。我的粉丝怎么那么奇怪？那是干嘛的？那个我现在还答不了哎。哦，那多可爱！晚安。嗯，是答什么题目啊？题目类型是什么？我很笨的，我肯定也是。我要是答的话，我肯定。哇，小路飞，好啊，神秘蛋嘛。没关系，欢迎加入神秘代码。哇，你们要去抢超话了？这么厉害，我历史很烂。为什么？怎么就像直男了呢？神秘代码，谁发一下神秘代码？我神秘代码。哇，你喜欢麻油还有那个鸡辣吗？我每次我也抢不到。好啦，嗯，揍我吧。先四三八，我感觉我不行，我太笨了。你来了。他答了是有什么用吗？有多少鸡腿？可以得多少鸡腿？哎呦，头发炸了。是你们的鸡腿还是我？我从来都没有抢到过第一。我还有九位就可以开启，我万一第一题就败了怎么办？我是北京的三期生的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开始？怎么开始？我这里没有，是你们吗？是你们那里吗？哎，我在哪里能答题呢？我为什么不能答题呢？啊，吃的。好了，好像题库，百科题库还是四八题库？那我弄百科题库吧。什么叫一分钟开始？五分钟开始？一分钟开始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哦，完了，我点了百科怎么办？哇，这些鸡腿是你们分吗？那我可以拿到鸡腿吗？这个没有吃，不是。あなたと初めて会った日のことはよく覚えている。乖乖，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のエレベーター。哇，这么厉害，前辈！哇，他是有多少题目啊？我们都要加油，还有七六。
五四三，嗯，完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天下第一章。这是就我啊。私を臆病にする。楽しければ楽しいほど、それを思い返すのも辛くなるので。我的题目跟你们一样吗？怎么办？我也不会。特别尴尬，是因为他不知道。三年前你，我答错了。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？これまでの記憶を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。好了，开始下一题。那是因为你不要去查嘛，你现在看电影了。プログラムだけ。这个我应该知道。私は願った。そんなの。どれも叶わないって。自分で分かっていたのに。あの日、エレベーターの中で私は思い出に押しつぶされそうで立ち尽くしていたの。哇，第一题是什么？第一题答案应该是什么？为什么我又答错了？花生它是长在哪里的？它不是长在泥土里的吗？啊？对嘛，是树上。我的还长在树下呢。是土啊，但是我错了。对，花生上都有泥巴，但是为什么不是土里？再来。哦，天哪，这也太难了。晚上好，随便闷一个吧。对啊，明明就是长在土里的，可是他说我答错了。我感觉这道题我又要GG了，我又答错了。好苦啊。你没有完成这次挑战，共答对零题，再接再厉。可以再来吗？正在进行，他说。他说正在进行。这是什么？我不会。哦，你流量多吗？哦，一天只能用一次，对。散随偶像，你们随我。嗯，下次再赢回来。晚上好啊。花生不是长在土里的吗？那为什么花生它上面有泥土呢？那你们告诉我，花生它是长在哪里的？为什么是长树上？它上面有泥土啊。啊，什么？被称为四十八，狼一下第一言家的成员是谁？谁？刘增艳、冯新朵、汪树。第一什么？刘增艳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不是没选吗？问题是什么？什么四十八狼人杀第一遗言家？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他是什么东西？没了。去学习吧。啊，是谁来着？对呀、啊。是谁、啊？花生为什么会长在树上呢？哦，是曾郭，刘增艳前辈。啊，他们都是那谁？哪个队伍？我开始怀疑人生了，怎么办？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啊！又有人说是汪树前辈。十万个为什么？真的好难哦。你们是
谁？到底是谁？啊，嗯。走啦！为什么要帮我四十八？我不知道四十八的。你下哪里？能参加过四十八不可以送出啊。好难哦。嗯，对啊，我觉得就是长在土里。我为什么只能发这么点呢？好难啊，我不知道四十八。对。晚上好啊。啊，这我好像知道。啊，发红包功能暂停使用，为什么？我想给你们发那个鸡腿。你这个神秘代码太那个了。对嘛，这是图里，可是他说我是错的。长在海里，别说了，它长在天上的，它长在天上的。难怪被打错了。啊，我不想。太狠了。不会，不知道。我也是植物。哪套公演的？哪套公演？对，不是你们的锅。相信。我手机还有4%的。放心，你播到几点？你停我就停，唉，我没有一个警察队的。我也是，我四个全错。对，就百科跟四八。太狠了，为什么我这么笨？可是我读了那么多书，我也是。关键是我也没有一题是答对的。关键是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荔枝是哪？荔枝不是？那那看公演就可以了呀。你问我北京的，我还晚安感叹。只能四十八，我就好的，下次选四八。花生长，那也是土，好吧，不是土里。这个不一样。哇，原来是断句的问题吗？花，花生长在，为什么我不能给你们发红包呢？花生长在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那就是树上吗？对。我四题都成了，你们那个什么天下第一将那个是谁写的呀？好吧，我不知道耶，我手确实要买那个什么，买盘吗？那，我先。那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其实不太清楚。监听粉丝说好像是要什么小票。晚安，要睡了吗？又炸了。你们有都答对了吗？真的是，
我也不太了解，你们可以问问那个去过的人。什么篮球比赛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就什么那个，我知道。什么节？有一个什么节？今天就是你今天新的一天了，就是今天你是。我不知道，我们还没有说呢。我们，哎，但是我们没有说。没有说要有哪些活动，就是要干嘛？有我吗？清明节。请假哦，假期，可是来一趟北京好贵。哦，看到了。那你要去睡觉吗？我会偷懒，我以前有打过篮球，但是很菜。我厉害。我平时都会陪我弟弟打篮球。南庄公园是在什么时候？哦，我弟弟，我知道南庄公园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我弟弟，这是不太好。以前初中的时候是女篮球队，但是他。我一直都是错的。我知道他很厉害。对啊，你们要不要去睡觉？等一下哦，我放一首歌，然后放完我们就一起去。好了，这首晚安歌。怎么突然没了声音？终于就是我全是错的，我没有一题是对的，我对了两个，没有声音啊！哇，那我，好了，放完这首歌我们就关。
好嘞。打我，我给你们。我要先关了。我给你们消。我要先关了。我学过 PS 的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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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哎呦天，啊是。推推推。